最近热播的青春校园爱情剧《初恋那件小事》也是吸引了不少的观众，双向暗恋的感情不得不说是非常甜蜜了。当中赵今麦饰演的女主叫夏淼淼，她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胆小懦弱的女孩，从她黑脸龅牙戴眼镜的形象就能看得出是为什么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她开始从内到外的改变自己，因为她喜欢上了一个男孩，这个男孩给了她温暖和鼓励，而这个男孩当然就是赖冠霖饰演的男主梁又年了。淼淼因为喜欢上优秀的学长，为了能够靠近他一点点，于是不断将自己变得优秀，不仅从外表上，就连内在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学习成绩更是突飞猛进。不过剧中有一段非常搞笑的画面，那就是易烊千玺惊喜客串，就是出场方式很尴尬，原来千玺出现在淼淼家的电视上，赵今麦看到后瞬间移不开眼睛，想必看到这一幕赖冠霖会立马吃醋吧。那么看完你觉得赵今麦和千玺般配吗？欢迎留言哦。